联盟搞到他们是我的。哎，怎么忽然就有这句啊？什么联盟是你的？那在我旁边闻香。电影本日公休一日举办首映，大家全部都到，其实在很热闹。阿汉也终于公开被他霸凌的陈廷妮撕下真面目啦。大家好，霸凌陈廷妮的感觉怎么样？因为其实耍大牌，因为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害羞、很那个很柔弱的人，像我要霸凌他，其实我觉得其实蛮难的，因为他私底下不笑的时候其实蛮凶的。屁嘞！哎，这是不主要讲话，你讲屁的就是在凶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说哪有？哪有？哪有？奇怪，奇怪，这样对我？没有，他只是很有个性。你现在是电影咖的面板呢？没有，我是 YouTuber。电影咖了，我是大家的女神。有没有？你不要再对我跪下来了。他们三个在拜年，不要了，走开了。所以女神真的私底下有一直臭你吗？你说田怡啊，她其实很知性，她在旁边在关心一些全球暖化的。我有偷听，有。哇，这么知性。对，她其实是一个而且她就是我很喜欢她很自然的那一面啦。她其实演戏，我觉得有学到很多。所以刚开始你是敢靠近她的吗？还是不敢呢？因为就很正啊。她就是蛮漂亮的，好，蛮漂亮，蛮漂亮，蛮漂亮。我不想要讲满嘛。联盟他们是我的。哎，怎么忽然就有这句啊？什么联盟是你的？那在我旁边闻香啊。啊，怎样无坚持不香啊？你左边有一个型男呢。他给干了。他刚刚问我是演什么。OK， 他根本不知道旁边是董事长。OK， 前途堪虑啊。